给张瑞龙打电话，要是他不忙，我会过去。喂。喂，我是三个连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在看电视。为什么？我可以去你的家吗？现在吗？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是谁？我是三面林。哦。你好。你好。进来，进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谢谢。我也进来吗？好，好，进来，进来。我叫司马新瑶，我是三面林的朋友。哦，我很高兴见到你。嗯。星期五，你忙不忙？星期五我不忙。好，星期五我请你吃饭。哦，太好了，谢谢。你还请谁？我还请司马新瑶和我的同学。哦。我们几点吃饭？嗯，晚上六点怎么样？晚上九点。以后才有空。好，我们九点再吃饭。好，好，嗯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喜欢可乐，因为我觉得可乐很厉害。我吃喝水。好，我喝了一杯可乐了。我要喝茶吧。好，你想一点水？我喝水吧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你好，我认识你，星期五你和我一起打球，你叫范夫对不对？哎，我叫范夫。嗯，我住这儿。那你要看我的房间吗？好，住吧。进来。哦，谢谢。咖啡。很漂亮。哦，哪里哪里。他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的狗。哦，他叫什么？我的狗叫Foxy。我们吃饭。谢谢。今天你忙吗？
我今天很忙，我上了几课以后，我去图书馆睡着了。嗯，你没有课，你做什么？我会看电视。我看韩国电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有意思。我喜欢看男人，他们很帅。嗯，我要他们是我的男朋友。但是他们不想。不说。我叫德才。我们吃饭。Yeah!